来，新年快乐！少喝点。哎哎，爸，难得跟儿子过个年，喝杯酒啊，我高兴痛快。爸，以后其他时间我不敢保证，只要过年，我就陪你老喝。好，明年过年的时候，咱们全家都回农村。 啊，叫上咱们那些亲戚朋友，大家好好的凑在一起，过个好年，热闹热闹，喝啊！来，哎，光明，你喝那么多酒了，就少喝一点吧，要不一会儿怎么开车？哎，怎么，大过年的还要出去啊？人家小李姑娘不要回去啊，说不定啊，人家的父母还在家里等她呢。阿姨，叔叔，倒不是因为我的事情。 要不你别去了，干什么去啊？哦，是这样吧，我本来是想呢，把婷婷她姥姥接过来。你说什么？哎呀，妈，毕竟过年了嘛，老太太一个人在家冷冷清清的，你说呢，爸？嗯嗯，我看是。哎哎，这过年了，多一个人热闹。再说呢，婷婷肯定想你姥姥了，是不是啊？你们是不是酒喝多了，喝傻了？ 你们两个木头疙瘩，婷婷姥姥跟我们还有什么关系呀？哎，你说的好，毕竟是亲家嘛，这就喝多了。来，小李，吃吃，来再吃。阿姨，我没什么的，您不用考虑我。其实，我是有点担心婷婷的姥姥会不会不愿意过来，毕竟当初，你看，小李都明白。 人家当初是怎么对你的，他能有脸来呀？把你都告上法庭了。哎呀妈，大过年的，咱能不能不说这些？我跟丁雪不管怎么样，老太太毕竟是婷婷的姥姥，更何况她对婷婷一直很好。好什么好啊？耳朵都聋了，可别跟我说又出什么意外。别的孩子没意外啊，给她吃剩饭。 食物中毒，差点要了婷婷的命了，居然还说她好话。妈，这中间很多事儿您不知道。我不知道，我也不想知道。我就知道婷婷姥姥她不是个好东西。妈，阿姨，其实光明能这么想，我觉得真的挺难得的。您看，她是一个多重情重义的人呀，您就别说她了好吗？唉。 马善被人欺，人善被人欺，心态好了，回头受苦的是你自己。来，喝。嗯，来，您吃这个。婷婷，吃吧。所以，不辜负的担子如山般沉重。叔叔，阿姨，那个，我先回去了。 再坐一会儿吧，还没吃水果呢。不坐了，我爸爸还在家里等我呢。是吗？嗯，应该叫你爸一起来的。妈，吃完了，今儿我去送送了。光明，你喝了那么多酒，别送我了，我自己回去。没事，送到门口。小李，再来啊！嗯，知道了，阿姨，那我先走了。啊啊，叔叔，那我走了，叔叔再见。婷婷，阿姨走了。 明天再见。好吧，那我走了，阿姨。小丽，慢走啊！阿姨再见。哎，嗯。怎么了？这圈怎么回事？瞧圈怎么回事？来吃水果。我总找别人办事儿，哦，别人也找我办事儿，为此交了一圈的朋友，交圈吗？我说怎么一上来找人，找人？不是，这交朋友干嘛论圈啊？有圈好办事儿啊！哦，你说我们家那小区，你爸真回来了。 你不相信啊？没有不相信。你就是不相信我，要不这样，你跟我回家坐一会儿吧。不，那个不了。我是说，这除夕团圆饭你在我们家吃，就把你爸一个人扔在家里。他那个人啊，才不需要陪呢，给他一间房，一台可以上网的电脑，他就可以那样子一个人过一年。这也太夸张了吧？他就是这么个工作狂呀。 你没喝多吧？没有啊。我有个事情想跟你商量一下。你说。我爸想请你做个技术顾问，你也知道，
我们家以前都是做中成药的，这做西药还是头一次，毕竟心里没底。你觉得行吗？啊？技术顾问？对呀、啊，我知道你有你的原则，不过我爸说了，保证不牵扯到你们915项目的任何保密内容。哎，行，这事儿我先想想，咱回头再说。走走走，来。